有一起开房间，开房间，对，玩桌游。那有没有开一个聊天的群在聊？有。然后一直到开拍之前才那个群才开始动。邱晓玲跟豆花比较常消失。我没有消失，我其实都有回，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不要那么激动，因为这是事实。没有。然后来熟了，感性中还有在下面说：“你看，我真的每一条都有。”而且我是即刻回，即刻移读那种。而且现在连回一个贴图都觉得安心的感觉。对。所以你们会有类似学生系？有。装嫩，你想说装嫩是不是？不用装吧，我们穿学生服。其实没有啊，都得装嫩，因为他心里面每个人都是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。对啦，都得装嫩。是啦，是啦。就是这部戏，他第一次碰到他。我说你是妯娌。妯娌是吗？妯娌。你去问他，你们去问他。多年了，嗯，是我偶吧？是因为男生吧？男生承认吗？对啊。男生有承认吗？他不是说没情变吗？对啊。他说是吗？他好像突然说我干。好，我手机会回答。下次给你们好好回答。现在先让我想一想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理清一下。Ha ha ha!